楞严咒全名为大佛顶首楞严神咒，也叫楞严神咒。楞严咒是咒中之王，亦是咒中最长者。楞严咒全文上说，这个咒关系整个佛教的兴衰。世界上只要有人持诵楞严咒，就是正法存在。楞严咒叫佛顶光明，是佛的顶上化佛所说，所以是微妙不可思议的。每一句有每一句的用途，每一字有每一字的奥妙，都具足不可思议。佛顶光明就是表示咒的力量，能破除一切黑暗，能成就一切功德，因此咒语力量大，效应大，故而称之为神咒。故知楞严咒乃楞严经之主体，没有楞严咒的因缘，就没有楞严经。